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韩国纸世界玩具系列折纸里面的一款领结，这是说明书，这是贴纸，取出一张纸，两个角对折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展开，上下角折向中心点，上下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左右两个角对折，这个角往里折，上面也一样。展开，撑开，按照折痕压进里面。下面也一样，把这个部分折向左侧，后面也一样，两个角往里折，背面也一样，然后把它展开，这里撑开压平，这样就完成了。